森林大地喜迎新岁，首先祝福世界和谐，疫情捐除，和福平安，福慧增长。农历新年是我国传统家庭团聚的好日子，辛丑年之际，群众为配合政府防疫禁政策，注重卫生，聚会顿减，鳏寡孤独，其数亲属，失业人士，聚师医护，期望大家本着佛陀的慈悲精神，发挥关爱行动，多打电话伺候，互相鼓励，共度难关，借此辛丑年佳节，祈愿佛光普照，世界和平，干戈永息，国泰民安，家庭和乐，六时吉祥，出入平安。阿弥陀佛。